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这架波音777-300型客机的各项安全设备须知，请您注意您面前的个人物，谢谢。
工作人员为您重新办理托运手续。最后再次感谢您选择来搭乘美国联航空的班机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为您服务，谢谢您，再会。